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的第四天，在家里有什么好做呢？ Kendra 让家里的千金小姐心肝宝贝亲手做日本餐，让家人们吃得开心的同时，又可以让宝贝们打发两三个小时的时间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大家不如试一试亲子日本餐。